市集多为青岛国际时尚城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，以传播时尚文化、交流创新理念、分享世界优秀文化成果为宗旨。五月的青岛是水海沸腾的青岛，乘着开放、时尚、现代、活力的东风，天色长蓝，花香满径。衷心感谢高新区领导和各级部门对于此次活动的大力支持，在此感谢。